秘书，这是一辆泡水车呀。嗯，泡水车，昨天下午才提的车，今天就准备处理，这车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秘书，这是一辆泡水车呀。嗯，泡水车，昨天下午才买的车就泡水了，什么时候泡的？就现在呀。嘿，你看，嘿嘿，这不就泡水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泡水了。看这车也泡水了，也废了，我准备两块钱处理给你。两块钱？虽然我工资也不高，但是两块钱还是能承受。不过我已经有车了呀，你买车也没啥用啊。你不用可以租给我呀，我那车呀刚刚处理了，正缺车呢，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，我给你2万的租金，1万的折旧费，先签10年合同。签10年？合适啊，太合适了。 那我就买了吧。好，那咱去喝杯冰的，顺便把合同签了。合同可以签，但冰的喝不了。